含着，我是含英，要将死人后所有人来抬到接天不留。我求救我也是，但不是这个，是好心弄的，也是大好心的，求你饶伊。明哥，老实交代，连钱也袂用你留我。好，来，你男当主过来要当主。好心，我来。要才停在后门口，其实我逃走。你走去倒位？你紧走啊！这强盗是暂时我给伊骗走，我看伊在要搁倒转来，咱赶紧走啊！过年了，紧走好了。请你快点讲啦，请你快点讲，好。别走，爹妈。什么？看无像逃走？是呀、啊。恁办事未免太过疏忽了，因为惊动官兵，所以微臣派去人只好是暂时退避。事若要被拆穿，连累微臣这是小事；但是连累大福晋，臣岂不罪该万死？一定是有人告病，要若是无免来惊动官兵，大福晋。臣一向办事机密，免来会当去让旁人知影此事，无定着是去误着孙爷的官兵。叩见大福晋，吉祥平安。下大福晋，是呀，才你有查出花木树躲在什么所在？回大人，三更到四更时阵，有一台马车走真紧，走出城，车顶的人真有可能就是花木树啊。马车是驶进什么方向？回大福晋，玉泉山。小少爷，你好，无带阮出来，麻烦你，你替阮去买羊肉丁来饲阮小少爷，好。买羊肉丁唔买这个钱啊？剩的就少你啊。多谢姑娘。家属在咧问，恁是对阿母，直接唔知要带几间？我两个不是翁仔某，我是兄妹。阿弥陀佛。在下点要着走，下妹拍算要伫几时住一段日子？啊，这个囡仔真做幸福之主，请转交灵师。阿弥陀佛，多谢施主。暂时伫个叫专事，加带袂到。我等伊请来探听消息。只要何清王若转来，我立刻想办法甲伊见面，将你的遭遇甲伊讲。不用，你不用甲伊讲。我无想要知影这件代志，我想要知影我到底叫专事。这是为虾米？我无想要离开这。我被冤枉，多当求真实。我不想要离开这，
国民英文都当有专事。不求啊！怎样人是你挂来？我甲庆明早就死在强匪的手中了。为了自保，我只愿意做。强匪先拜好亲龙，救我干母，学派丢丢了。伊的手啊，大半刀叉，真有几下呢？杀害我母亲，好亲龙来倒腾，也因为是刀叉英雄，伊最棒的收袂到。做我是伊母亲。只要何青龙若回来，你都不免担心。经过这边的户口医生，我已经看清楚强匪的真面目。伊一心一意要接生何青龙跟夏虎做夫妇，所以现在要置我于死地。你害我，我冤枉你。强匪是伊的亲孙，伊今日也要杀害伊，可见伊心肝是我糊涂。这一边，我无我家小英子会当生存，但是伊的心肝真是尔糊涂，难免以后伊会搁再受毒地，要来害卖我母子。我有一个亲戚，希望你答应我。你尽管讲就是。无求一生中，注定只我苦。这边哪会用呢？不知何时能还这心事好，听你细细的动，当一人做零零下来，一晃动你不可。我若答应你，你后尾如何对付青龙解释？我想办法会平定一切。今后你要赶紧带庆明离开这个所在。动手的时阵，你要小心，千万不能让我见。魂仙。
我应答应你小勇去，但是绝对袂答应你出嫁为娘。我甲咱过去的情分卖讲，如今何青龙是叫我旧兄，我应算是你的兄弟，我绝对袂答应你安尼失手。那呢？我应该安怎样做？你是要叫我带邱伟来杀害何青？莫愁。兄兄幸福如此断送，你也对不起何青龙。你的表情爱挂名送，何王爷人为你可动。不管你安怎讲，我绝对不可能带你出嫁为你。出嫁为你，你不问，分明是要看我在强为手下做冤魂。我去吧，我。秋对也是一个聪明人，其实我并不一定爱伊性命，只是唔准伊阻碍玉庆甲郡主的婚事。是啊，知。啊，伊个囝，囡仔都无伫个玉山市内，迄、那个小二哥嘛无清楚，只听讲已经送别人啊。囡仔事小，以后何郡主为玉庆加死几下就是。求出家，真是太好了。玉庆若是倒转来，不但无法度怪别人，而且还阁得乖乖甲郡主成婚。小老母亲哪会讲？恁阿娘也太关心着我这个三弟了。其实我就想着风寒，早已经就好了。既然三姑你身体健康，那咧贵兄想要入去故事花镜禀明母亲。不，玉庆啊，也恁阿娘为着我这个小病。伊就专工叫你来看我，这因为我是要和咱外甥母舅见面一个好机会啊！但你人就已经来了，你爱好好待着，甲我待两三个日啦。外甥家中有急事，不能久留啊，一定要赶到回去。没闹什么大不了的代志，你既然若是讲有代志啊，恁阿娘伊哪专工叫你来请我我咧？我安尼啦，你嘛甲我待一个月啦。啊，舅父，我才带你来去外口安尼行行咧，来去看人斗街、斗戏出啦。上无，你嘛要甲我待半个月啊。三舅，请原谅
月生不能将命。哎呀，你这个囡仔到底是怎样啦？我是怎样无你话？好啦好啦好啦，哎，有才你啦，也无。最近很多你嘛陪阿姑来啉几杯啊，要倒转去才倒转去。要若无吃，咱月生母过的感情未免太疏远啦。三姑。天气就哪歹，你看，又搁伫要落雨，应该是赶紧找个所在避雨啊。只好冒雨刮咯。王爷，你甲花夫人分别来无偌久，啊，你逐天就讲袂放心，袂放心。其实有啥物好袂放心嘛？伊即马好好住铁枝的楼啊。你哎呀，你无路用，莫讲我济好无？啊，你若惊雨，家己就去找所在避雨，唔就是咯。王爷，王爷。小红哥回来了，老舅，老舅，老舅，小红，老舅。玉琴，你敢有带为娘去看过恁三姑？是，三姑平安无事，请母亲放心。母亲，这个人，啥连一个人都拢无嘞？母亲，我只有个叫你，你是去哪里？就是今日去。才会传到到知恩来，就是要甲你讲这件事。这所有的仆人甲奴婢，为娘拢已经将你遣散。为什么？我全部讲，莫再提起这件代志。母亲，你竟然害你讲啊！玉琴，你娶木秋。心，我。
就已经离哦。这是发生什么代志？花无酒，将我的孙唔知送给什么人，家己一个到玉泉寺出家为尼。